堂过来看看我。我好像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？昨晚没做完的事情。每次都是你偷袭我。金世川，我不想再跟你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了，我也不想再掩饰，不想再试探，不想我们之间再有任何的误会了。我想直接坦白地告诉你，我喜欢你，而且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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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喜欢你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会喜欢我的。在这之前，你休想跟我划清界限。怎么这么可爱？那发指。长得这么好看的一张脸，却整天对我板着一张臭脸，那么凶，硬石头，臭石头，硬石头，到底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啊？喜欢你喜欢到费尽心思，只为了增加一点点你也喜欢我的概率。不过你千万不可以觉得我轻浮啊，因为我只对你一个人这样。而且我舍不得离开这里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舍不得你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的话，你这里会不会想我呀？是在找这个吗？把钥匙还我。你来是为了给我送面的？这个是你亲手做的吗？你已经跟别人吃过了，估计你也吃不下了。哎，谁说我吃不下？这可是你亲手为我做的面，只有我能吃。别吃冷凉。面是凉的，但我的心是热的。这是我做的最好吃的面，谢谢君家。中的光，定住了时光。
徐徐而来，想与你倾诉，想作为守护，永远的在你身旁。我愿成为光，照亮你的路，愿路途荆棘想他的事，留在队里当搜救犬，谁当他的训导员？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原来从一开始就是为你而来的。我不带犬。这段时间相处，你很喜欢他，不是吗？除了追风，我带不了别的犬，算别人吧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周婷，救命！救命啊！金建跟许来怎么还没来？啊？他俩说悄悄话呢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我知道，我去偷听一下。哎，跟兄弟们说等一下啊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我跟你去。刘杰，滚！